咁時至今日咧，喺好多建築上面嘅環境有局限嘅情況之下咧，所以有好多輪廓位置又唔知變到點用。如果你都想知道你屋企嘅輪廓空間要點樣用嘅話咧，就可以留意翻我哋今集嘅設計小貼士啦。咁設計團隊咧就採用咗法式現代風格嘅設計啦，咁為户主打造出高雅奢華嘅夢想家。在这个独特的三角形的窗口位置，那么怎样可以有效又不阻挡景观的情况之下利用这个三角形的区域呢？那么设计师就考了少少心思，那么放了一张配合风格主题的 sofa， 那么令到户主在这里享受这个 sofa 之余做一个阅读的时候，既可以望到窗外一些美丽的景色，那么也都可以感受到整个空间的高贵的设计感觉。无论新楼定系旧居翻新，而你对我哋嘅室内设计作品有兴趣嘅话，欢迎进一步向我哋品味空间 Taste Interior Design 嘅设计顾问查询。我哋嘅室内设计顾问都想听听你所想。